示威者雙手被綁上索帶，由6個警員帶走。 警员将佢抬起，带到去天马公园一个暗角位，将佢放喺地上面，对佢拳打脚踢。期间，两个警员离开。 留低嘅警员继续用脚踢示威者，即系一路放低咗就借，系喎，系咁踩紧啊！警员最后带走示威者，成个过程历时近4分钟。